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苓雅区普天里里长柳信雄过去在左营高中担任卫生组长，有一次学校淘汰课桌椅，他就要来放在里长办公室外。每次李明到服务处闲聊的时候，仿佛坐在教室里。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辈一看到这些课桌椅，如同回到学生时代，很有感触。上课了，大家上课坐好。里长好。里长高喊一声上课，街坊邻居笑个不停。原来这里是里长办公室，许多长辈正坐在一起谈天论地。仔细看看，长辈们坐的椅子跟学生时代的课桌椅一样，方方正正，木头定做而成的。询问之下，是里长柳信雄从左营高中回收之后放在里办公室里，这一放就是十几年。大家好像回复到说以前那个学生生活啊，非常融洽，哎，没有什么争纷，回到以前那种快乐的生活上。我们把它整理好，摆着，然后好做，确实好做。里长说，当初是看到学校准备丢弃这批课桌椅，觉得很可惜，于是捡来回收放在里办公室，没想到居然成为特色之一。很多长辈坐在木椅子上，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很有感觉。好像觉得好像想到以前在上班教书的时候。那时候在教小学的时候，都是穿那个坐这个椅子嘛。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回味都以前在教书的那种滋味？有在学校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坐到这个椅子。那是多久之前了？讲的话对，我都快60岁了。好像进到这个巷子就有一个家的味道。是，所以我们这里是这么一个好处。大家好像回复到说以前那个学生生活啊，非常融洽，哎，没有什么争纷，回到以前那种快乐的生活上。还有李明甚至将里办公室当作自己家一样，觉得很有亲切感。里长说，早上11点跟下午4点多，办公室前总是坐满了人。木头椅像是有一股魅力，让大家开心坐在一块，甚至还吸引幼稚园学童来参观，实在很有趣。啊，大概每天的9点我就出来把这个摆好，茶泡好，天天如是。啊，那个我们的欧巴桑，我们的志工，啊，礼拜三。他早上8点半出去巡道清刷，完了以后把垃圾集中，然后就坐着休息一下，喝个茶，啊，让大家有休息的地方，啊，有休闲的地方，或者说像邻居一些老人家，有地方来这里看看报纸，喝喝茶。当初只是纯粹回收废弃物，没想到这些木头椅一摆就成为里办公室的镇店之宝。里长柳信雄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快乐教室，只要喊一声上课喽，就可以马上吸引李明来这边聊天话家常。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香火鼎盛的武庙每年农历年都会举办免费吃平安面的活动，从大年初一到初十五，长达2个星期的时间，只要来到武庙都能够吃到美味的酱油拌面，每年都吸引信众大排长龙。已经连续33年不间断的食品业者表示，许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一年不来吃就好像少了什么。香火鼎盛的武庙，每年到了春节期间，不但有络绎不绝的信众前来上香祈福，更有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排队，就为了这一碗平安面。礼拜啊，哎呀哎呀，礼拜。整年啦吼，让整年的运势拢真顺利啊！嘿嘿，就袂啦，拢真顺，啊孙啊嘛拢较顺气。哎嘿嘿嘿。弟弟有没有吃过？弟弟有没有吃过？弟弟有吃过吗？有。好不好吃？好吃。白色面条不断在滚水里煮，大量捞起搅拌特调湖底油，一碗接着一碗，工读生的手从早到晚不曾停歇。其实这间食品业一开始来到武庙是想推广自家调味料，没想到配合举办平安面活动，一做就是33年。我已经在这已经摆了33年啊，
啊，阮头家就有，阮头家吼姓郑，就有用心，吼啊来讲吼，要予咱吼这市民，啊，予咱这庙里来拜拜人吼，大家拢食平安，嘿，啊，阮头家吼是足足有心安尼。啊、希望大家都踊跃来家好好玩吃假米。有人携家带眷，也有阿妈带着孙子，每年都要来五庙报道。大家拿到平安面，吃得津津有味，一年不吃就好像少了什么。连续来几年了？好几年了哎，他们很小时候就都来了。哎，去年甲今年拢有，去年甲今年拢有嘿，嘿，啊有啦，搁等一年，搁去年拢有啦，嘿啦，啊因为阮这么大较远，我无法度。对倒位来？对八卦了来。另外，春节期间来到五庙，不只能享受平安面带来的好运，庙方每年也都会举办许多活动，提供信众参与。就是我们会邀请杂技团，然后呢，就是请就是这边附近的邻里啊，大家都可以来看表演这个样子。对，然后我们农历十三到十五也会有 Q 姑，就是起龟，可以让大家香客啊来这边，然后起。就是带一只平安龟或是发财龟回去吃平安，然后祝香客发大财这个样子。不论是想观赏精彩的杂耍表演，或是一尝平安面的好味道，都得把握元宵节前的这段时间。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文化中心因为树荫绿地多，成为野生松鼠出没的地方。不过农历年开始陆续传出有松鼠不明原因暴毙，数量多达十只。由于未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文化局相当重视，赶紧找来动保处将检体带回化验，同时也在明显处张贴公告，呼吁民众千万别乱喂食松鼠，导致不幸事件发生。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文化中心侧门入口树干上张贴明显告示，呼吁民众爱护动物，千万别喂食松鼠。原来是大年初二开始，这里陆续传出有野生松鼠暴毙，甚至一天发现五具尸体。由于暴毙的松鼠身体都没有外伤，引起文化局重视，赶紧找来动保处进行化验。在我们诸位警的部分都已经在做一个加强的巡视，那有关于那个不幸往生的松鼠，我们也都交给那个农业局那边去统一的去处理。那现在目前也在化验，那个化验的结果还没出来。就怕是松鼠误食食品所导致，文化局赶紧在公园明显处张贴公告，要求民众别乱喂食，害了小动物。周围里长也对可爱机灵的野生松鼠不明原因陆续暴毙感到很讶异，希望赶紧把原因找出来，甚至怀疑是有心人刻意所为。应该是不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一只两只那倒是正常的，有一点几率不是那么高，就是一口气死了那么多。比较担心的是这边小朋友还有一些老人，然后你这边的松鼠为什么会死掉，其实我们也不敢乱想了哈，是不是因为最近动保法通过说废死这个有心人想说让这个流浪狗死，把它毒死或是怎么，这个是预测。但是我们为了安全，我也希望说请这个文化局能多派一些人来巡逻。松鼠活蹦乱跳本来是公园里的开心果，文化局张主任甚至还把松鼠称为小精灵，如今走了这么多只感到很难过，就连民众听到也很不舍。其实大家同仁都心情很沉重，你为了他等于害了他，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是合适，那对于他的生态整个都是一个侵犯的行为。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应该爱护小动物吧，不要这样子对它。可是也不知道它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死掉觉得有点伤心。野生松鼠大量暴毙的原因究竟为何？动保处采集检体之后，结果大约要一周之后才能够揭晓。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这两天没有再发现松鼠死亡。文化局希望民众帮帮忙，别再喂食食物，让文化中心成为野生松鼠的乐园。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左营区新上里关怀据点是附近长辈学习的好地方，尽管如此，和其他关怀站一样，阿嬷多于阿公的现象在这里也是一样出现。不过有一位现年71岁的志工严静心，不但退而不休，也积极参与里内大小事务，如今他在关怀站负责重要的工作，也成为里长的好帮手。
量完体重接着量血压，和其他学员一样，这是新上理关怀点志工严进心每周四上课前都要做好的工作之一。自己身体不好才能协助新进学员，是严进心的人生哲学。退休十几年，已经迈入七十大关，但他不服老，积极参与里内大小事务。从环保志工、巡守队到领长，走在新上里，到处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里长看我是蛮热心的，说我当领长啊，还是环保志工啊，巡守队啊，好了 ，OK 了，这样子了。你觉得这样服务人群感觉起来？很高兴，很爽快，蛮好的了。跟着社区的这样的规划，他什么样的志工都参加，他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啊。环保志工有时候早上就出来跟着去巡检一下，那礼拜四来学一点东西这样，那还有晚上他也参加巡守队，就我觉得他的生活就会比较有规划。成为里长的好帮手，严进心做事更加起劲。对于自己是关怀点中少数的绿叶，他一点也不觉得别扭，反而乐在其中，和阿嬷们互动热络。到65岁以上就来这里参加，认识这个长辈啦，大家嘻哈不错啦，时间过得比较好。就刚开始这阿嬷比较多，会不会不习惯？不会啊，大家都年长了，不会啊。那个过冬都是同一个里上的里民啊，那里民还可以参加啊，不错啊。他家人会比较放心啊，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他在讲话的内容会觉得比较有责任，比较有。有内涵，比较有意义啦。他会去告诉民众说：“哎呀，我今麦在冲啥？吼啊，我这样扛过就有意义。”里长说：“关怀点女多于男，几乎是不变的定律。不过，像严进心里长这样愿意积极投入，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来了这边之后，会不会觉得每天心情很好，然后身体越来越好？对啊，来这里心情比较开朗，那有健康啊，这里运动很好。希望我们办这样的关怀据点，就是希望我们社区的长辈啊，65岁以上，虽然大家的退休规划都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播一天出来，就礼拜四出来跟社区、跟居民、跟邻居大家互动，认识一下。要活就要动，严进心参与志工丰富退休生活，难怪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成为人见人爱的好伙伴。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庆联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庆联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为了办理好105年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高雄市政府成立高雄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实地访查作业将从4月15号到6月15号全面展开。这一次普查的家数呢有155000多家，预估动员大约1000多人。到时候希望各界支持与配合这一次的普查作业。请揭牌。为了配合全国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6号上午在四维行政中心举行的揭牌典礼，正式挂牌成立高雄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而普查的目的将作为政府推动工业及服务业建设、改善工业及服务业经营的重要餐具。那么目的在于收集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资源分布、生产结构、劳动力的特性以及资本设备，那么以及我们的经营概况等基本资料，来作为政府施政推动各项建设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
高雄市由工业建设带动都市区发展，其中制造业产值更是居全国之冠。这次的普查家数约15万5千家，工业约占40%，服务业约占60%，规模庞大。那么高雄市的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总家数，那么大概是在15万5千多家。那么这一个家数呢，是居全国的第四高。那么上次普查全年的产值大概在3兆9千亿，那么这一个产值呢，高居全国的第二高。那么产业的产值占我们整个高雄市的产值95%以上，那么是经济发展的主力，那么也是安定民生的基础。每个5年办理一次的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今年将在4月15号到6月15号进行实地访查工作。而本次普查正好可以为高雄的经济做个总体检，也可以了解全市各产业的健康情形。对要推动各项产业政策，也是一个相当而且必要的工作。那我们这次高雄市呢，将会出动，整个人力大概超过1000人以上。那么在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从4月15日到6月15日，我们针对我们高雄市的工业以及服务业总共15万5千家左右，我们会进行做一个普查。期盼藉由这次普查办理，能够充实高雄各大产业资料库，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为了办理好这次普查，不仅成立了高雄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动员约1000名的人力来共同推动，也敬请各界支持并且配合这次的普查作业。社区好新闻张世明、徐婉珍采访报道。元宵节要提花灯，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站特别教导长辈制作花灯。虽然每个人距离学校劳作课都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每个人在制作的过程都相当的用心，不时请教老师，尤其在做完后提着花灯的成就感，更让每位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有人说要送给孙子，也有阿嬷可爱的表示会提着花灯到外头逛一逛。阿嬷拿着刚做好的花灯在镜头面前开心微笑，因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做出这么卡哇伊的灯笼。趣味啊，哎，高兴啊，很有成就感，哎，啊很好，啊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哎，元宵节会不会提灯笼？小时候会，好像又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对，真好。细汉的时拢用嘛，家己用个纸，家己安尼裹裹一个像个裹啊顶安尼，啊唔爱做滴遮水，提灯一还顺顺，吊嘞，吊嘞看水。不论是黄色、蓝色或是粉色，搭配可爱造型图样，再剪裁客家花布来点缀，就是不折不扣的元宵花灯。这对夫妇一起拿着花灯，成就感十足。哦，好兴奋，好兴奋，因为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这是第一次，对。是，那大家觉得自己做的？我跟他的感觉一样，一模一样。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据点赶在元宵节前夕教导长辈制作花灯，尽管每个人都没有做过，也离学校劳作课好几十年，但制作过程相当用心，不时还向老师请教该如何粘贴剪裁。元宵节嘛，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些跟元宵有关的一些 DIY。 那我们这次用这个灯笼的方式呢，跟一般就比较不一样，我们结合了客家花布，所以每个长辈就把它当成艺术品这样来制作，所以我们觉得它不是只有元宵节的时候可以提灯笼，它结束之后它摆在家里也可以当一个很漂亮的灯饰。长辈表现实在让人刮目相看，而这样的学习课程安排的确让老人家收获满满。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在竹溪里里面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活到老学到老，费了一番功夫，宝贝学堂的长辈们终于完成数十个小小可爱的花灯，挂在教室上充满浓浓元宵节的味道，每个人也都为自己的表现举起大拇指称赞。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在教育局催生之下，高雄市学生音乐团队联盟正式成立，多达上千名的国高中小学音乐班及社团成员分别演奏国乐、管乐和管弦乐曲。
副市长许明春也应邀致辞，他期许透过音符旋律让高雄连接世界，将高雄打造成为文化创意的崭新城市。魏武营荣源艺术广场周围挤满了上千名国中小学音乐班及社团班学生。原来全台第一个学生音乐团体联盟在周五宣布正式成立，并由国乐团演奏台湾追想曲揭开序幕。国乐团气势磅礴，紧接着管弦乐团演奏史特劳斯耳熟能详的戴拉斯基进行曲，现场掌声伴随旋律音符，令人如痴如醉。希望透过音符来连接我们高雄市所有的学生，也要透过旋律让高雄跟世界能够连接在一起哈。那么主要是要把我们高雄打造成一个景观美学、生态宜居还有文化创意著称的一个崭新的都市。副市长许明春期待透过旋律将高雄打造成为文化创意著称的崭新城市，而一手催生学生音乐团队联盟的教育局长范训律，对于高雄市音乐发展有这样的成就也相当感动。这一次把学生乐团联盟整个成立以后，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演出，大家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希望在城市的重大的这个活动里头，还有每个社区重大的活动里头，学生的乐团都能够在那里做演出，让这个城市呢，就是音乐会改变高雄，高雄处处有音乐。那我觉得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跟欢乐的一个早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在这边看这么多音乐同好一起表演这个音乐会，我非常的开心。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这种大型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经验更多，然后回忆也会更多更好。不分国乐、管乐或是管弦乐团成员，对于能够有这样的表演机会都觉得很兴奋。最后上千人共同演奏台湾名曲《满山春色》，更是感动在场每一个人。局表示，希望借由学生音乐团队联盟的成立，促成校园音乐教育激荡跟回响，培养更多的音乐艺术人才。社区好新闻，宋佩成、王思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3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初5，适合祭祀、开光、塑绘、祈福，不适合安葬、上梁、入宅、坐灶。冲马上南方，16岁和76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高雄的大小事需要你我一起来关心，请听在地声音，关心在地生活，就在高雄现场。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修旧到底，爱护环境，厝边头尾讲有笑，美丽社区有你有我，快乐最伴。每礼拜四下午九点，请准时收看上爱你的公益福利站。